始时能目视周遭，用后照镜增加视野范围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但是大型车的视野受到车体影响，就算有后视镜、视野辅助系统，仍然免不了有视线死角的发生。大型车因为车身较大，驾驶座位较高，无论前后左右都有视线死角，因此驾驶及行人朋友都应该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能发现到彼此，争取安全空间。大型车司机以及所有驾驶在起步前应落实转头查看后视镜及注意前后左右有无道路障碍或行人及车辆通过，并在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确实礼让行人优先通行。提醒各位用路人朋友，大型车有三大特性：一、重量大、体积大；二、视野死角；三、内轮差。避开视野死角的最佳方式，保持安全距离，不从大型车前方穿越，不以没把握方式超车。驾驶人起步前确实查看周遭，经过路口行人穿越道，应减速慢行，礼让行人。